Amy， 保祝你生日快乐！同阿安仔庆祝咗未啊？我都有啦，其实之前都陆续续同我哋啲朋友庆祝咗。系啊，咁佢嗰个冷衫送咗俾你未咧？我谂佢仲买紧冷啦，买紧冷个阶段。生日过咗噶啦，唔紧要啦，仲系夏天。佢而家送咗俾我，都唔知几时着好。系开住冷气着咪得咯。係，Sammy， 我發覺呢排咧問出嚟啊，女鐵人咁樣，咁係咪成個 schedule 都會梯咁樣啊？即係辛唔辛苦先？其實係啊，因為啱啱推出咗新唱片啦，咁有好多宣傳啦，咁嚟緊今日又開始做電影嘅宣傳啦，咁今晚就先至同阿 Sa 開始做一啲電影嘅宣傳，咁所以不過都習慣啦，係啊，同埋其實反而好期待做電影嘅宣傳，因為去年拍完啲電影一路都未推出，咁今年年底陸陸續續就會推出啦。因為嚟緊四部電影啊嘛，枕住咁樣上啊嘛，自己會唔會都幾期待咧？都期待㗎，因為拍完咗多一段時間，都好希望快啲上映啦。咁同埋又好耐冇同阿 Sa 一齊拍戲啦，咁有一部戲又同 Chichi 一齊拍，咁即係全部都係朋友，所以即係個意義係 double 嘅。除了電影上面的工作，之前在 Sidetrack 的 show 上面都說會開紅館 show 出年，是不是入了紙呢究竟？入紙這件事就不是我入的，就唱片公司入的。不過我確實有這個打算，2019年即是出年啦，不過月份其實就未知道的，看看紅館，因為紅館最大的嘛，他喜歡批給誰個就批給誰個，我們就會照入紙的，但是最終定奪都是看看紅館的意思是怎樣。會唔會諗埋今次如果係真係揾埋 Jason 合作咁樣？哇！這個我都唔敢多想，佢淨係應付自己嘅同埋 God Seven 嘅工作量，我諗我反而唔敢咁諗咯。係啊，即係我覺得能夠合唱到，其實對我嚟講已經係好開心嘅一件事。